这家伙行啊，拼上了呀，小妹妹。可是挺烦人呢，你说你像精神病的，你一学个 W， 你过来跟我打什么玩意儿了呢？哎呀，烦死了！这不回家了，推吧。赶紧推啊！赶紧推，赶紧推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交个闪吧呢？行吧，还俩闪现，你俩是真没见过人头，我发现，真的是脑淤血呀，这人。你来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到啊，我看他能不能打。他千珏，我估计不一定能走。走了，行吧。这不明摆着二级来抓你吗？我知道他二级来抓我呀，但我没想到他能来的这么快，你知道吗？等会儿啊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我请问你在等什么？我在等我的药，你在等什么？抽一下，啊，要杀我呀，想好没？哎呦，哎，这不应该给我杀了呀，这我这小饼干一颗没，这不应该呀，这来个死刑宣告吧！这波怎么能死了呢？我这小饼干一颗，不勾引他进塔吗？怎么给我杀了呢？不是 W 焦早了，我故意焦早逼他进塔，然后一个小饼干，寻思反杀他一手，没想到这饼干回血有点少，你知道吧？不行，死的有点多了啊！像这种剑尖绝对不能让他装起来，你知道吧？让他装起来，他就起飞，直接把我们家就杀穿。就是一定得压制住他，让他再也不敢跟我们 Q 上来打，明白吧？让他再也不敢。好啊，OK， 他崩了，他崩了。
在这等他，怎么开始卡了呢？哎呦我操，挺能跑啊！哎呀，完了，开始卡了，别卡呀！怎么今天中午就开始卡了呢？这不对呀，今天卡的时间有点快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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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俩打他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把这千珏的这蛤蟆给他打了。直接九头蛇破骸骨死了。这没有办法，这千珏可挺烦人呢，我发现关键是有点卡。哎呀算了，下波死了再重上吧，这波死了重上感觉不合适了，下波再重上。崩了，为啥崩了呀？怎么就崩了呢？那打野过来二打一，让我们换一个还崩了呗？那别玩这游戏了，这英雄联盟。那怎么一个打俩，还打死一个还能崩？带点脑子吧，可以。哎呀好卡，好卡呀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们这人可有点多呀，我这一看呢。你们这人可有点多呀，我这一看呢。走位死，行吧，交闪交闪就交闪吧，回家退了，重上一下。这太卡了，这强制加速。哎，强制一波，强制我们的加速器。我就是搞不明白，你知道吧？这游戏吧，不是掉线儿啊，这个网啊，就这个网，不是说掉线儿就是卡，不掉线儿就卡，就不能让我好过一点，就是不能让我好过，是不是？我们这闪电王出来了。一开始是11点必掉，后来是就11点开始卡。
关了 VGame， 跟 VGame 应该没啥关系。你让他来呀，你看他敢不敢来呀？这他都来两趟死两趟，他还敢来？我不信。我不信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 nice 啊，兄弟啊，给你个波波。这人真是不长记性，头真硬啊！几趟了？来，你来了几趟了？你想一想，你没想过自己来了这么多趟还没有用的原因吗？还敢来？差一点点，虚区有点高啊。差个九头蛇吧。他从哪里传送来的？我咋没看见呢？哦，刚才跟你们勾流来着，你知道吧？就没看见他往这边跑来了，没瞅着。他在这地方露头，我没看见。哎哎哎！快快快快快快快去快去快去！打完了一会儿，干上来呗！今天就跟我杠上了是吧？行啊，我今天上路不带走的，我就跟你单带。现在我今天不带走的，你要乐意来你就来。我看看咱们到底是谁狠啊！咱们今天就住在上路不走了，谁也别怂，咱谁也别怕谁，可干好吧？可干，来，开干！你也别害怕，咱俩就干。来，来，人呢？这怎么他们家人这么多吗？啊啊啊啊啊！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！你们俩，两位年轻人。一个打野，一个上路，来欺负我啊！来骗、偷袭我一个26岁上单老玩家，这好吗？这其实是好的啊，但是如果你再让其他人再过来偷袭，来偷袭我。这好吗？这不好。我希望你薅着尾子好好反思。让他把E给我交了，来，真是一片就上当啊，真是上当了。人是真多呀，刚才的来了5个人，一裤衩子的人呢。把这排了，他们进塔不出来了，算了吧。
我二十六，我想想啊，今年2020年，我正好二十六啊。我九四六嘛，六加二十，二十六嘛，这不正好二十六吗？你要虚岁27，哎呀，我才26岁呀、啊。那我这正是大好时光啊。我这是一个小年轻，这国家的栋梁。别走啊！这人也太多了。拉克斯没人杀吗？拉克斯为啥就杀猴啊？猴怎么的了？我们达成了一个成就，螺旋升天。螺旋升天是什么东西？赶紧先来一个九头蛇，去下路收波兵。还有个威音哦，俺们家有个威音呐、啊，这把死的可是有点多了，这没办法，这千珏这英雄就比较的烦，你想秒他还秒不了，你就得等他没大了，他要一直看着你呀、啊，你就没个玩。你干哈来了？你疯了呀？我把这 ADC 杀了，上波就你杀我是吧？啊？还有个塞拉斯，给我扛一手塔！哎呦，这扇子妈可以啊，这扇子妈扛塔扛的是可以的。感谢叶知秋的泡面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2500，差点钱呢，卖了2600，合适不合适？个屁，不合适。嗯，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到底是泡面还是飞机？泡面送的飞机。骑士之士，武器大师，这是，哎呀，万物皆可骑士。正好我玩的是圣骑士。谢谢猴迷妹的两个飞机，猴迷妹变了，猴迷妹从来都是三个飞机，今天变成了两个飞机。这咋又开始卡了呢？感觉
这也太卡了，这谁呀、啊？谁在下东西呀、啊？我就想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卡？为什么会卡？这不应该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等会儿啊，调一下，我看有没有那个关闭加速。我们关闭加速，不行啊！这快点，快点结束！我这赶紧出去关闭加速。那个 VGame 那个加速东西，在外面没用，你知道吧？你在外面关不关闭，跟你里边不搭嘎，不知道因为啥，就很怪。能不能一波，兄弟们？这武器大师是我的，是我的守护神，守护着我。这人咱啥也没干，他把技能都交了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算了，不杀了，这玩意儿跑得挺快呀、啊！快快快快快，下一把，下一把，抓紧时间，兄弟们，我这太卡了，我赶紧出去调一下子。我们家其他队友都上哪去了？这把我们的守护神。